女星赵小棠、乔安、安琪近期登上节目时，因为发言有失偏颇而引起争议。当天赵小棠透露自己不太擅长路边停车，乔安接着坦言自己也不擅长，但如果在开车时遇到需要路边停车的状况，就直接把路堵住就好，然后直接下车，后方的男性车主一定会上前帮忙，让赵小棠马上点头表示自己也是这样解决问题的。对此安琪也表示了肯定，直言女孩子都是这样，道理都懂，但就是做不好。三人的这番发言引来不少女性网友不满，直呼自己路边停车的技术很好，难道就不能算是女生了吗？而且开车技术不好就应该多练习，需要别的男生帮忙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吗？更有网友毫不留情地表示，女孩子笨笨的不可爱，只会觉得她们蠢而已。Bye.